有一盆一放这套，那还有放好几的嘞。哦，啊哈，这古代的房子，你看那么简陋了，台风啦、大雨啦，这怎么受得了呢？是不是里面都是水，缝隙那么多，用竹片这样编，然后再抹上那个粘土、石灰、粘土加稻壳，然后石灰，白色的。石灰可能吸水分呢、啊，王朝时人哈、啊，哎，这古代的房子，哎，国义后天后宫后边，国义后天后宫妈祖庙的东边呢。